主料，羊排肉300克，白萝卜2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、姜、花椒，料酒2勺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羊排肉、萝卜、羊排肉洗净，沥干血水切块，葱姜洗净分别切段，片备用。羊排肉内放入料酒，将片抓匀，腌渍半小时。白萝卜洗净，去根须，切成块。锅内倒油烧至6成热，放入葱段煸香，放入腌渍好的羊排肉。大火翻炒锅油，汤锅内倒适量清水。大火烧开后放入羊肉，开锅后撇去浮沫，放十几颗花椒去腥，用小火焖煮2小时。放入萝卜继续焖煮1小时。加盐、味精，撒点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大火烧开后放入羊肉，开锅后撇去浮沫，放十几颗花椒去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